哎、欸，喂，你好，我是金雄。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啊，请问一下，你那个委托啊，洗机车大概是什么时候？今天都可以啊。都可以吗？现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吗？对啊，可以啊。嗯、真的、啊？好、啊，那我们现在过去可不可以？现在过去大概几分钟？大概多久？三四十分钟。三四十分钟。对对对，差不多中午。啊，等下过去哦。好，好拜拜。拜拜。都准备好了是不是 ？OK， 没问题。哦。哎、欸，这台好像哎、欸，这台跟我那台一模一样啊，一样，是一样的、啊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公不要录吧？好好好，好剪掉剪掉。我第一份委托，录吗？正式。一号。好，各位，那今天第一份委托哦，在这个台北，第一份工作就是洗车。那你都来？台南吗？台南，哎，林峰啊。哎，我连自己的车都不太常洗。哈哈哈哈哈。刚刚是新用掉的车，然后很熟悉哦。有，这是我的第一次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一年才洗一次机车，哎，都算多了啦。我大概6年才洗一次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第二阶段坏了。那昨天是累计最多污垢的。啊，这小细节不能放过。等下饭吃多一点。哦，有饭可以吃啊。有。哇，老板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这边有没有？揪揪了。好了，老板，请验收。没有，还要擦干吧。对啊，对啊，忘记重要的步骤了。嗯，请验收。嗨。觉得怎样？你觉得 OK 吗？有哪里不满意的吗？很亮啊。随时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提出来没关系。很棒。跟医学看一下，骑机车很棒。一样的，哎、欸，车友啦，车友啦，好不好 ？B2 联盟，所以这个委托算成功吗？成功，耶、yeah! ！成功。我是想问，就是台北是不是真的要有车位才买车？差不多。真的哦。所以如果买不起车位，就别想买车了。买机车。买机车可以。像那边最近不是有盖个科皮第二办公室吗？那边有个立体停车场，就是其实万华这个地方它的停车位有。因为那个房子很大，对，很乱，所以原本基本上很难停啊。对，还是很难，尤其这这条街是那个批发街，钟表行啊，服饰啊。对，我们刚刚还有看到一整排就是五金百货，是不是？五金百货，一整排都是卖那个什么？哦，那个环河南路是五金街，五金街是？对，五金街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的伟伟嘛，哎，对，提供我们这个丰盛的一餐。超丰盛，真的是有够丰盛的啦！你看，试菜，我觉得这个吃完我们可以直接撑到晚上，对吗？都不用开车，因为都在开车，对吧？好，工信部同意。所以现在要交接委托，是否成功？是否成功？大成功！耶！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到宜兰有望哎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各位，酬劳在这里。这次的洗车任务呢，我觉得是相当简单的，但是酬劳好像很不简单。那感觉透出来的是一种蓝色品级，你有没有看过那种蓝色的装备？蓝色的装备，真的是哇，太多了吧？一定好好的玩给你看，对，把它花完。是绝对不会到口袋里的，是绝对就是花掉的。油的话，现在还有三分之一哦，预计加满，这应该六七百，少是一个有力的一个大红包了哦。好了，哥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苏花起始不久，现在是孙熙在开，你是从来没有开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 啊，这像精神时光屋一样啊，开一趟就成长超多的。休息片刻，结果等不到晚上，就开始把观众给的粮食给吃了，物资现在就没了。
我们现在再度换手，三个要轮一回，要轮到我们。晕得快吐了。我如果不自己开，我真会吐。是啊，那你头文字 D 不错啊。是啊，版权问题啊，赶快卡，赶快卡掉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就是那个观音石啊。据说呢，就是石头大到搬不动，所以就直接这边就地起庙。其实近看的话，就会更大颗。巨大观音石由上高边坡掉下来，可谓一大奇迹。落在观音桥上，所以是观音石。焦点，点线面，面面团，团圆饭。饭冰冰冰冰冻的，冰冻人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有可能啊！到台中哦，我真的觉得要休息一下，哎，还没滚，所以决定动用资金的100元去吃个东西。100块，100块减60，我扣的这个拿一拿就好了吧？这个，哦，这样子还省10块 ，OK。对啊。所以你要什么？奶茶。我要奶茶。那，我也要奶茶。这是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吃。好烫！你是把蛋放在那边供奉吗？好，现在呢，吃完我们的晚餐哦。没错，就是那两颗蛋加一个奶茶。现在要继续上路了，预计到台东大概10点吧，差不多。我们就可以洗洗睡，然后把该充的电充充，简介用用。今天上传应该也是1:30，明天搞来修软包了。真的假的？还没用完呢。还没用完啊。好，现在来到这个台东哦，决定在这边住一晚。两个双人床，1000元，明天就稳的啦。至少油钱都还有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可以到屏东就直接接，到高雄再接就可以回去。啊。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不错，有床有浴室。哇，好啊，真的是短暂的睡觉而已。屏东跟高雄目前有暂定2个，要接的，嗯，后续看怎样，看到多的，嗯，好。油还有一半，然后还有200多块，这边买个蛋来吃。算了啦，我们就留100块加了就好了。哇，吃一吃啊，吃绝对吃得饱啦，那么多蛋了，对不对？来来，分，分一起，吃早餐喽！不要蛋烧蛋，干什么？这个 S 啊，好胖啊！正有什么？正人名，人名，人名，海盗，我就不认识他哦。你不认识他？海盗，对啊，也是人名。谁啊？海贼王啊？不是那种海盗了，是真实的海盗。谁啊？录了一堆废素材。好可爱。对啊，很粉呢。像这种很粉，就准备要被拿去宰了。真的假的？已经洗干净了。哈不然去跟他买一只啊。拯救他的灵魂，买回家养。好，现在决定把100块，最后的100块加掉了，加95，给我加多少？还剩多少？剩115，那就全部加好了。115，115。对。但店员力觉得很尴尬，我加115，没办法，没钱了。那我们就115块加掉了，没钱啊。然后说，起码零元。然后说，零元。散热一下。我们从11点开到4点左右，我们现在终于要接第一份委托了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，我是英雄。那个，现在方便过去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好 ，OK， 差不多20秒就到了。好，OK， 拜拜。你又这样子了。OK， 出发出发出发。现在在这个屏东长治。哦，那好像。别注意了。我觉得我好像要被包围了。你好，我是八十。嗨。
这是你吗？对啊。哦，原来是你，你要不要上课？上半天。上半天而已啊。对。也是。那你有什么委托吗？嗯，如果拍到了，心情会一定好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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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第一二三，你同学有没有拍啊？有，有，有，有。三颗产业的就好，那委托就是这个，酬劳，蛮可爱的主题哦，谢谢 ，OK， 好，拜拜 ，OK， 拜拜，我觉得这个酬劳跟这个委托蛮符合比例的，对，我们花了三个半小时来这边，三个，不错不错，还要下一份委托，下一份委托在高雄，好，哎。哇，假的！哇，送你吃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太热情了，热情。有啦，我们又多了一死人，至少不会饿死吧？现在是午餐，午餐依然是茶叶蛋，而且比早餐分量还少。哎，我们有多饼干，我们有不一样的选择。这个热量很高啦，应该可以撑一阵子。好，我现在终于补充了三颗茶叶蛋。我被你气死！你会长蚂蚁啊！接下来呢，在屏东的最后一个任务，洗机车。整机语音信箱。我又没打。整机语音信箱。是吗？我要怎么办啊？回台南啊？不行啊，司机要下午了，台南都马放弃了，那怎么可能会停这里？哦，真的没了，怎么办？真的结束了。OK， 各位，那刚刚那个就是最后一个了，要直接回台南了，差不多30分钟就可以到台南了。耶，关掉，终于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三个就把这零食吃一吃，就直接回台南了。拜拜。好了，各位，那就这样子呢，就回到了台南，结束这个原本是4天3夜，但实际上只跑了3天2夜的环岛。因为各自都还要上班啊，如果不留个一天的时间休息会很累，滴滴受不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尤其是这个翁，他在路上自己，也是大家还不知道的一个笑话，就是我在那个屏东的某一个山下，我们正要起飞我们的空拍机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下坡，结果睡到左脚麻掉，然后我一下车的时候。不小心脚软翻了一个跟斗，翻了一个跟斗，那幕没有拍下来，不然应该很好笑。对啊，所以他的脖子就变这样，来给我看一下，贴了一块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超痛的。所以提早回来了啊，所以18号填委托的观众呢，可能就比较抱歉一点，没办法跑到那里去。我觉得是蛮丰富的啦，对啊，没有跑这一趟真的不会有，真的哎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又去喂了牛，对不对？对，又去跟了第一个吃早餐的观众聊了一些人生的经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讲到洗机车，对不对？洗一洗，哎，东部就可以过了，想都没想到，对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很感谢那一位哈，真的没有想到说零元计划真的成功了，真的是零元就回来，但是零元是表面上的零元，实际上你知道还缺了一个东西叫什么？叫做过路费。过路费3天之后才会浮现出来，好不好？很恐怖啊，这个不愿面对，所以实际上并不是完全零元啊，但是就意义上真的是零元达成，多亏了观众，多亏了你们。这一次的企划特别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，可能一阵子也不会看到他了。技术上班了，大家都要上班了啊！好，就这样，万师傅环岛团解散。解散了，到这里而已。好，OK，那我们就让自己评分，再来名就有新影片了，再见了，See you。